室，帮你随时随地解决作业问题哦。哎，同学，老师说交的作业你做了吗？我很久不做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在做。现在学校有一个云端应用程式系统，那我们在手机上、iPad 上都可以做编辑哦。这样你会了吗？嗯，太好了，我有救了！耶！逢甲新闻来自云端的采访报道。